因为有餐珍珠粉比较好的，有克数啊什么。珍珠粉是凉的，也是，好像他们出毛丹了、啊，出麻了、啊，啊，喝他的羚羊针，整只是喝完了的。然后喝第二轮的时候，说话又喉咙很痒，又吐了一点出来，我讲哈、啊，他讲吐多出面呐、啊，我讲哎呀，你有趁药来的时候稍微吐一点，那得了了，好了。以前是20块的。有一天啊、应该是阿勇自己买了羚羊，我看到冰那个里面的冰橱上面有那羚羊的冰。那个是他自己煮的羚羊壳，自己煮的，这很薄，好像糖水这样甜到啊，又超甜哦。把我买他的羊身须的话，我说甜头喝的。羊身须买来自己做。羊身须跟他买了，你晚上煮烧水，你跟他烧烧葱都盖住，你放在地下啊，给他吸那个地气，你明天才喝，它比较凉，羊身须啊比较凉。如果发着那个家不是还有可乐可啊，马斯克泡来喝的吗？有感冒什么？可能以前呢、啊，我们哪里有看医生的啊？如果发烧什么，冲可乐可茶里，泡打一片姜下去，喝了可乐可茶，要开风扇，不给他出汗就好了。那个培德的他有卡巴了咯，现在他卡巴很大了，刚才他来这，我讲他讲很久没有过来这里，我讲你那边我们也是两年没有过去了，我讲过去没有卡巴了，我讲现在新年去马林这，因为你那边没有卡巴很麻烦，他讲现在有了，他讲我们没有早去啊，我们整八点去啊，八点去肯定有卡巴了啊，讲。他想他先他把做大了那边，我讲就是每次去测都是一到拜六，你那边没有他爸麻烦。他讲你们要来呢，你跟他的工人讲你要测东西的啊，他给你进。
我问那个看看有没有胃口测，不懂了，因为他有发烧，不要吃饭先比较好。要吃饭，叫他煮啊煮面线，他也不吃了，没有叫他去面，看他一勤劳吗？去煮面粉糕。你看他可以煮吗？可以加有肉碎吗？放肉碎有巴沙麻辣吗？巴沙麻辣买一点西刀鱼，买一点西刀鱼，现在有巴沙麻辣。